烫。超级好吃。里面的红糖好烫，红糖糍粑来了。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完美，里面是红糖，外面是糍粑，糯糯的，甜甜的。等一会儿吗？等会儿妈妈给你留一点。我女儿已经流口水了。有点烫，这后面都是到这儿了，你看外面是糯米，里面是红糖。糯米糍粑，然后里边是红糖。炸好之后一定要等一下再吃啊，要不然很烫。太好吃了。
糍粑又来了，红糖糍粑。你这红糖出来，这红糖。好，流心红糖，好好。里面是这种流心的哈，它可以流出红糖来。外面是糍粑，有点烫。这个超级好吃，糍粑，妈，从后面露出来，没有流心。